2月27日凌晨，吴昕在微博晒出米兰时装周最后一套造型，并配文：“最后一天，谢谢大家。”她身穿淡蓝色镂空裙，含蓄露小蛮腰，一个转身，原来后背别有风光。26日，吴昕也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米兰时装周照片，身穿着白色衬衫搭配西装外套，装扮犀利，整个风格偏向国际化。同时干练的发型搭配可以说是帅气小男人，平时吴昕看起来很淑女的女人，唯独这个眼神和坐姿已经出卖所有人格，直接抹杀掉全场的大人物。此次米兰时装周之行，吴昕晒出多套造型，时髦品味越发出色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